大房子有人开直销，直接过去了。万一是结石。怀表和那个心脏，好像失修完了，快捡个战斗！医生修完了，解放过来了。医生要过来救了。救了，不然加速。前方这个时候被摸好了，不救吗？啊，挂了。看他开不开球，他开球我就去等。这人懒得挂了，没必要。还有两台完整，足够了。不要飞了！
角落了。香水也没浇啊。小丑，他主要目标肯定是那个结石了。怎么没电梯呀？他在海边，看见他了，不行。那这边还好，结石在抽出修，他带的采访和张狂没有一刀。香水没了，打一刀就二级狙了。应该舞女应该会补吧，发了个信息了，她在小船。电机啊，补不了，补不了，这条是走不掉，不能补。哎呦，失误了！他挂了，我秒救。我就补了。没球了，我这球只剩那一丝丝。挂了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说这个结石有几个核心点吧。救到了，要不跑啊！
娃娃摸好，我去救娃娃牙姬。然后他闪现交了，应该是能平的。他摇下来了。 直接点，这个人没一刀。我还有怀表，抽个球。如果抽到球，我就能把队友带出去。球。<笑>不想说话。 调完师，不对，接师拼命拼了灭亡的灭跑就行了。让他挂，让他挂。秒救。贪啥呀？摇下来了。 没拍吗？不然在这修，在这修要被打死。他偷袭了一下，找到我金枪。 看他挂不挂了，看他是牵着气球找人，还是直接挂。牵着气球找人，那我这边要倒地了的，太远了。 杰斯救我啊！
要摸好它没拍照，不然我又要重新摸一次了。Nice，时间刚刚好。带着传送啊。快跑啊，大哥！真这么多感情呢、啊、何在呢？这是，别呀，这个时候弹广告，不是盖吗？开局挺好的，何必呢？反驳，想传送，希望没有队友被偷袭就行了。把赛连赶紧破了。吃完了，我的，真实的不行，两个人一炸。看完偷袭喽。电机修一下就亮了，看他签不签气球吧。签了到此，还真的就直接点了。
呗。聚焦在前方吗？听见了，希望。没听见，听错了。跳地窖还能加多加一分，啊！还要打洞，不着急不抓他。刚才前锋跑这来修电机是吧？是魔术师，上来招魔术吧。他放风筝，我真的好卡哎！我发现。是假的，还想绕一圈，用了不少球啊。没有那个，没有二级锯，这个张狂带的有什么用啊？没球了，
钻洞啊，这个魔术师。压到了，还好这个判定没让我打到洞上，不然游戏就结束了。这不是美滋滋吗？没跑掉了。